发现就是说，现在人太依赖手机，到哪里都低着头看手机，家人的人不是很多。让他们玩游戏啊，然后后来。在游戏中知道手机对人们的伤害。与爸爸妈妈一起玩，然后透过玩游戏来互动。回家啊，常常就是跟我妈多聊天啊。我一开始还不知道手机对人体危害有那么严重，当我查了资料之后，我才发现有那么严重。于是呢，我就尽量远离手机，然后多出去户外运动，然后能减少遇到手机的时间。那你跟家人的互动有什么改变？就是我跟家人的互动，就是爸爸跟妈妈他们就会比较少时间滑手机，然后他们就会陪我玩或陪我出去运动。